人真少哈，爱迪医师优秀优秀，要帮忙那个皇宫庙，还要帮忙延平靖王府呢。哦，去年延平靖王府建教，我有帮忙很多。延平靖王府再往那个奇美医院那条路，然后东边，在积水溪旁，哦，在这边那个建那个临时的行宫了哈。啊，那我就。要进活动的时候就，还可以。哦，今天都绕完皇宫庙附近，去主要先回去拜拜，还是要吃东西的？哦，你看长辈。